有人的幸福就跟孩子一样简单。我孙今仔要来哦，我要等他穿好了，同他请孙。没看过那么黑的鸡肉，啊不，我估计是白色的呀。有人历经挫折，终于领悟幸福的真谛。你去报跟警察澄清一下。澄清什么啦？澄清我不是你们同伙。1月29日起，每周都要幸福一次。请看明视最新周日10点《金钟幸福好戏》。